谋商净土。成佛度众生，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像做饭比做老年按那个方式，俺不喜欢，俺没按来做，那做到没利益，俺没讲嘛哦，人按来走，俺就天天走，牛天马走，俺没需要。而毕竟啊，我做到真实有利益上来做，不能太纯真实的利益，只是做饭费哦，又抽土啊，哦，又了打宅哦，东西太干忙忙碌碌了，做饭费重要。实际上，大气呢，内度人没个几批好人。都是大部分骗人呀，暗示那个人呢，就要弄事呐，做点不行呐，一多暗就要忙忙碌碌，还要韭菜了。中间是三大气，干啥个样处处干，做一个小茶房哎。那么还要款待人哈，洗面水、洗身水，拿海拿客，哪个工作都有。跟弄一个大气哈，俺摸很多年算命的时间都是他。所以该种的大气呢都是一种做法费，没嘛该太作用。所以真正大气都是讲我一大气就照像那个切刘太师的方式来啊，家庭没了个能力说什么光明是安静真希望好了啊。那么关于那个一心不乱还有事业心理一心等等的说法哈，该脱离比较深嘛，现在穷要家庭有什么研究问题呢，详细看那个阿弥陀经要解，因为它是个要解，并且给莲池太师给阿弥陀经疏钞底部有详细说明啊。事业心主要就是念多能够把那个烦恼种子降服，不会生起现哈。纵然烦恼种子还没熟了，但其能够复发啊，所谓是真念分明啊。该讲是所谓事业心啊，就是这个精神上啊，已经拿阿弥陀佛大神一片啊。虽然离还没清明，但是他已经呢，能够把那个贪嗔痴的烦恼种子能够降服了，不会生起现行啊。该讲的事业心，多了利益心嘛，已经是团废了啊，那是不简单的事情。那么关于这个脱离啊，有二年级、二年次感去看注解，那要被穷掉，我比谁讲啊？那么呢，就是一年多青年为开启启正转修的期限啊。那么比如我话平常洗火的煮滚水煮不会滚，现在用太火一下子煮滚起来啊，所以该就是比喻讲吧，大气呢平常是硬不容易得一心，那听一个气寒转修希望得一心。那么现在普通一般大气往往是给人气人多，那么二得一心也是困难，只是给人啊，那么它当然呢比摩哈火了啊。大气两头太阳不中中善尽，那也是非常火的，比起其他的法会都要火啊，他一个真实转修啊情况没按理啊。你看就是说明那个念佛的方法，念佛的期限啊，所以一次都一心不乱。下面讲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以诸身众现在其前，世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第二段经文是说明讲话念佛所得的利益，因为上面所讲的转修的方式已经得到一个一心不乱，那么临终阿弥陀佛的时间呢三圣现前的叫名义往生，所以呢是说明真念往生。七年就指上面该生长之三年，一年多七年转修念佛得一心不乱的念
简单讲，念佛得到一心不能的人，临命终时，临将性命而终了该当时，就是讲话人呐，有生必定有死啊，生老病死要为人间的正也正常的常事啊，人人都有该。上至帝王国主，下至普通一般的庶民老百姓，人人免不了。有生必定有死，那只是看你个数年个福报个太旱呢，非常非短啊。有人是一百二十岁，一百二十岁个像一个西游老和尚。那么有人七八十岁、50岁，甚至年轻时也有离开人间个啊。所以讲话，莫太多来放好他，过分都是少年人。啊，莫讲我等到老了，将来学徒小行，一个盆场行啊、牛铺行啊，许多年轻的人。那么因此之故呢，各人的福报啊，数年的期限啊，莫人记得啊。所以因此之故呢，到了临终命中，该当时宿命而重要。阿弥陀佛现前的这名字，所以讲阿弥陀佛就提到世界的高祖啊。以主身中，也就是穷老许多个身中穷下来接引，一个身中啊，身是身也呢，身中包含那个观世音菩萨、太师智菩萨啊，乃至极乐世界的天香海中主太菩萨啊，罗汉上文统统包含在内，就是极乐世界的七宝池莲八宝八功德水，所有在这个七宝莲法中这个莲法化身的所有的太宗，只要你得不退转啊，那么以外的有缘的人，你都可以现前了来接引人往生。所以庐山慧眼太师念佛中的初祖临终往生的时间啊，看到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寺之现前，还有几个师兄慧眼慧师也同时来接引你啊，这就是显示讲话初往生的人已经莲花开了，得不退转了，也可以随佛了来迎接彼往生。所以那个身中啊，就包含上至佛菩萨，下至所有往生的这个太宗，只要得不退转，有神通，都可以见随佛了来接引众生了往生佛观。现在起前，就是你命中时阿弥陀佛就现在一个面前啊，可能是自现在一个面前接引你往生。那么这个现前接引的情况呢，在观无量寿经九品往生状况啊，讲得起详细，第十四、十五、十六个三观啊，就是上三品、中三品、下三品，这说明这个接引往生的情况啊，在这个经文上讲清详细，可以去参考。那么两个人，四人啊，就是指临终而往生的人啊，临终的时间。中就是性命终了了，性命终了啊，西太鬼年该下的时间，因为佛现前的叫人以真念佛名啊，杀波安详，所以这个心不颠倒，心不颠倒啊，这是老前面的意思，心不乱响应，因为前面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所以临命终时心就不颠倒，两般不颠倒呢，对这个时间不神爱操，不管这个时间所属票，莫去谈爱心，念念求往生西方，看到佛现前了，欢喜都知气而成佛往生。那么把两个年幼的身体啊，一个50-20个凡夫肉体的身体呢，像托一两三秒的丢下它，像烂三丢它，马上啊有点法发生了啊。两种人呢往生西方啊，不是经过种阴神，当下就脱胎换骨啊，就到莲花中发生啊。所以一个心没点到，那么跟随阿弥陀佛主啊，所有的身中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，即先是随时，随时就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啊。你看就显示讲吧，以是因以是果，念佛求生西方，临命终时佛现前讲明即往生，心没点到真念佛名得到往生极乐啊，就是讲吧，念佛的人决定能够往生。佛已经现前，决定没错。那么呢，就那个文字啊，先舍文说明，
文字写文上面那个文字是简单容易明白啦、啊，啊，然后上来说其中的啊意义啊，说明那个啊关于那个人到临终的时间还有真多需要注意的所在啊，啊，这是顺着个机会啊来加以说明。一个人到了临命终时，如果有念佛有修行，就对那个身体没喜爱创，那么当然看到佛现前见佛往生念法发生的没错，但是一个普通一般人啊，临命终时胎体有三个阶段啊，刚才前面的话人都临死的时间了，其中一段这一段时间呢，胎体有三个阶段，第一刹那杀本有啊，第一刹那第刹那是最短的时间了，但是你临命终时啊杀波的情形呢、啊、虽然讲刹那它也有长短不一定，不过呢还是要断讲刹那。那么两个临命终时胎体分三个阶段，第一刹那杀本有杀气两个身体而离开了，就是气两个屁孔风将要用了停止，听一声啊让你面前无行为，就是听一阶段，听一阶段那面前无行为啊，就是等于现在个休克了，俗话讲魂态了，魂态不敌人，魂态不敌人就是你团息个时间哈，将团息个时间有一段时间魂态不敌人，哪个都不敌，也该有也有长短个时间有人撞虫啊，捏撞虫，那那个面切无行为魂那个时间会很长啊。假如我有时候让那个魂切的时间轻短啊，比较短啊。第三神呐、啊，中阴神现前，就叫你中阴神了，中阴阳的中游了，中游神，就是我们后生的身体还忙有出神。前生的身体那个本有已经杀脱已经死去，就从死了以后忙转生的中间叫做中游神，中间有着身体，那你应该是神啊，俗话讲灵魂，一个是神必定要有寄托，也没身体和寄托就没办法发通，所以每天一想过来魂脱以后一想过来啊，等一想来就已经离开人有给他身体已经死脱，年幼的身体已经杀离，杀离以后呢就转入等于想了就是中阴神了，想了就是中阴神，俗话讲神不念魂死不念死，死不念死啊，那没完全一定，有的人纵然死了啊转入中阴神就还看得起自己的神识道，还看得起个前神道啊，他没每一个人同样情况各个不同啦，所以那个临命终时胎体有呀三个阶段，都要第三个阶段才让你中阴神呐、啊，那个就看中阴神的气息你啊，气息吸收进你的中间呐、啊，看你的压力那种神速，那去转成啦、啊，是一个三种压力转成。如果念佛求成西方的人啊，功夫好，临命终时不是经过中阴神，那那个面前无形不要不是经过，要么呢？第一面临命终时看到佛现前，看到佛现前一起心而成佛往生，家己就已经脱离压着身体了，已经就在莲花中发生了，那么就是那个太师之母他受哪个莲花来叫引起，那么己就在莲花中发生了，一个就是双命双生，可能当下就投在莲花上啊，那么莲花就已经快见在佛头往生西方，那么有的当然就是多了极乐世界的七波池上莲花上开，那么只有那个九品往生呢啊详细有说明啊，连多了极乐世界莲花几多你上开，那是看几个修行啦，看修行的功夫，这就要讲那个观无量寿经啦，这样你就明白，那么明白呢也穿个脱离哈，你多你命中时最为相关呀，就是一神所托的善恶念都加下就会像昆天一样样的一幕一幕现前啊，所以加下如果是无小行临命终时按照八苦九煎啊，成鬼脱壳生牛剥皮，一个四苦啊
在前面讲那个无忧中国的时间已经讲过了，现在不必重复。那么人到临终的时间呢，会转身呢，这情况大体是有三种。第一种啊，随从，你怕从的呀，天天就转身了。所以说强者先天，你要比最强最穷的天天就行。比如说一书啊，那个书啊，恰转西边，本来就书生恰转西边，那一多个时间的书啊，决定多转西边，没多转东边啊。所以看你的压力那样穷，穷的啊就天天就行，是其实水穷的压力天天转身啊。那个身份呢，十分之中差了七八分。第一种啊，随习惯，随着一生的习惯，平常时的习惯也轻松有。如果你命中是这种习惯欠钱的，会随着习惯的压力呢，就去转身啊。第三种啊，随意念，你命中是随着心中起的念头，心中起嘛个念头就生到嘛个地方，随意念。所以啊，释迦佛在世的时间，印度有一个阿毗昙王啊，一生啊很不是修功德，他是到了临终啊偏苦心痛苦啊，一个师长啊见到他照顾啊，有没有个无人啊，人到临终的时间无人见到他念字，做无人的人就不会走啊，来面向他打脚下走，有多数行业多脚行业，数脚行脚下走有多面向他就不会走。三表示用脚过的关键人啊，那个师长脚过火场的讲白的叫无人的山呢啊，看到个无人染到一个头难呢，染到个奥吉他王的头难行，一撞在山上啪打去，这莫名到打无人都打到这个临终时的人啊，头难被打到那临终的人啊，身体痛苦啊，也没有离开那个尸体啊，像人剥皮一样的心痛苦，加不去一打的时间就越痛了。哦，个一痛啊，憎恨心就起来，就欠，一欠憎恨心一起呢，有点憎恨心的影响嘛，就推到杀生，做毒杀，死掉以后做毒杀。本来按照你一生修复的福德啦，应当是可以升天都不成问题。可是你命中是本几个师长打无影打到头呢，你要一打憎恨心一起就推到杀生，啊，所以呢，你命中是啊。过年都因为讲嘛，你命中是这个身体没给一痛啊，而保持不起啊自由。所以有那个啊，我那是中斤两，有一本书那是中斤两，还有右边一本那是中西地，头中年上都有银行那个是中西地，看两本书啊可以抵的。你到临终的时间，我两般的啊扶持给自己得到往生。所以你到你命中是这个身体啊。比较容易感觉到痛苦，所以临终的时间不可以管人样板型的情况，无论人样板衰往吃啊左右不可以管人，实在也是有啊。到底来讲，两个人讲临终啊，就是最好大家就去车上念佛，加那个临终初念的念佛的上啊，最好准确庄严啊，不必有音调而庄严啊，自己初级往生。哎呀，个法器呢，最后是比较磨按紧张的啊，胖上的引进上去哦，不会打西木五，西木五的上千熟人。那么如果有心脏病的人啊，哎，打到个吊吊骨呢，个西木五上啊，也躺到个心脏会绞痛啊，会增加几个烦恼。所以初年嘛，最后不必打木五，不是打木五，打一引进，他紧的上去哦。唔慢咧，体力上冇穷人啊，躺咧食，应当躺咧食啊。那个下好个年轻个上啊，大年轻，睇下政策出样啊，样都送去往生。那么不管营养半衰，冇去理解啊，要冇勉强而喊你错啊，只是随其自由啊，睇下对出样啊。那么如果你很精神敏佩的时间，你讲简单个几句开始出去往生，当然也更好啊，冇做专门养不啦，出去往生。那么团聚以后啊，八小时八点钟的时间啊，莫去统计，甚至有人讲到十二点钟，因为人到命中以后，这个身体而冷清啊，太极某一天的时间。不过吧，太极有八点钟是冷跳了，
有哈唔慢嘅呢，可能有多深一点，仲要不一定。所以有人讲我多深一点，它是普通一般啦、啊。像那个因为它是分解它是跟人生之最后有讲八点钟，冇一统计，也冇得问啥啊。师兄你都说哦，咱们冇作多哦，其实错误啦啊。唔系讲话人家人然后作嘅就一天作嘅多啊。那么都是要随一个压力，家庭一个压力系好呢，系三压冇作三一样可以作到天好嘅三。所以唔系讲话我一天都作多。所以世间人往往唔知看到人讲念中哦，对于世神哦，问什么样样错错，唔是都被样事的啊！人家亲眼看过哎，啊，人家清楚，人家亲眼看过，师兄人唔知道哩。哦，看到上上阿命中咯，就对于问什么感觉冇作多啊？你啊，参那身体啊，对于啊，五年就锁头啊，啊，整理都好好，甚至对于化妆，唔会事都被弄死，也被样事出事也。啊，等到这个三角好装的好了，也差不多啊，洗也切的了，哦，都好啊，嗯，啊，师兄也还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讲莫避免床单，我说的是，莫个死掉又会卡免床架，会避免床架，其实该唔系啦，该冇样的啦，该就是世间嘅做人之事，嗰人啦，讲怕假嘅装备吼，睇你嘅免床死掉，还该叫免床冇人咁衰啊，讲贵的是啦。哦，所以忙些忙忙死哦，就讲说躺下去，打个天来哈，棉床单唔敢比说，那个讲几位，喊一百带棉床架，是菜都是世间人家个自尊讲死，咱们两个人死的咧，我个也真唔敢说哦。其实以前家个清楚啊，什么个讲几呢？啊，用不着讲个事情。那么运动啊，冇关系，不管怎样的事啊，临终时的时间了，绝对冇一统计，冇一理论啥。啊，把小时候全身冷清的啊，上帝问上，如果话佛当人生天啊，人心人心我会不学生才两次啊，听欲将办出，有按你个实验方法吼，也没全完全可靠。讲喺往生西方求生求法灭身啊，最后那个头拿当很清楚，全身冷掉头拿当手，那么这个精神呐、啊，是神就对头拿当说，佛当人生天。成天的人的念珠最后人啊，转成做人的人的心肠最后人啊，人是我鬼不啊，人出心最后人，是我鬼都是最后人，都最后人啊，学生才两只七头最后人，如果落天玉脚带最后人，有按你的说法，他俩没完全可靠，尤其临终命终以后啊，没按你一切念冇一成人，冇见到佢命看啊，看那位成冷哦，看住攞埋佢拖哦，有不得。但系统计啊，有冇感觉到痛苦？所以绝对冇去啊、去按嚟去成人，冇必要啊。只凭住一成嘅善恶业，有冇水入去？所以你只要努力精进，你念不出去往生就对。冇一成人讲话，头当少啊，唔少啊。八点钟后，甚至十一点钟后。张腿给问上啊，才是身体问上真理可以做的。那么有人会讲话，都刚好已经都冷掉了，一身都点暗的血钱的，搞问上问唔到样的呢？有办法啊。那么问暗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一些磨行钱的，用那个小小的水、小小的面帕，对那个数万脚问上啊，对挪啊，小小的面帕一对搭啊，搭对挪挪那个血散掉的呀。给塑造人人向上的中央清河湾让我都有经验过的呢，我说十三方带了两十年哦，十方听到老人家一年多按最少你的三四个四五个王神的多，所以在这两十年当中送王神可能送了好几十个，所以对这样一种的情况还是经验十足啊。那么因此之故呢，在这临终的人没去统计啊，是给自由啊，到了命中以后，八点钟以后，全身冷掉了，然后让自己马上身体的问啥？实际上问不问都无所谓的东西了啊，因为反正你啊，他假体啊，四天五问假他的身体都是假的，都会反的呀，都是如果是唔熟嘛，我免不出的东西啊。那么印度现在的时代啊，要提倡火葬，那火葬的鬼天呢、啊，最后是七年以后啊。表情你以后将去火化比较好安全，太阳的时间呢比天呢有24小时以后将太阳啊，莫讲话西亚天啦，莫出点钟是几点的啊，家庭节反常的他们给出来哦，所以啊应当鬼天有24点钟，从前你正式他要鬼天清凉的
啊，一个冇满足二十四点钟，冇一对时候拿去买账啊，拿去出发啊，咁也是了啊。所以白天啊，太阳嘛，最好是二十四小时以后啊，让太阳比较好。那么中间一天呢、啊？啊，可以用饼多量的东西啊来帮助啊。你是四点钟上太阳是比较好了。你看，就是临终初年嘛，啊，可以看那个是中西地啊，那个英国太是个临终三太阳啊，分析太是个人生之最后啊，劝他有一位几次下个人生最后的一天太师，这都是值得参考啊，这多了个临终送往生的参考资料啊。那么关于初年各种的情况呢，可以看下头书去做参考，没办法和把全部讲开啊。不过初年非常有一点还是要加以附带说明，就现在的情形，现在有人说个提倡啊，正是习惯以啊，把那个洗了以后那个身体的习惯啊，比如念珠个念光膜啊，甚至呢那个身体五脏啊都可以移植啊，人死掉以后啊，比那个身体的内脏等等啊，比如腰围啊，甚至心脏都可以移植啊。本该偏的人啊，有办法移得好的人，只是你啊，一该常腐坏了，有来晚就能够移得好，有按那个情形。因此有人提倡啊，讲二的啊，那个正那个器官，辩证器官的提倡，就把那个五官器官呢，讲死掉以后呢，都变成鬼位吗？就拿了不是文言，可是菩萨托嘛，不能亲和的事情啊，我们不肯做你菩萨上下要下神布施，可死了以后的身体都没用啊，我们不肯发心把那个器官捐出呢，错是错了啊，本来没不好了，不过你是还是一个凡夫啊，你是一个藐视菩萨，你是一个凡夫，那对那个我执很忙有痛楚啊，你们总是会感觉到痛苦，中央四台披空风点了，他也个人究竟还没珍惜，靠不住啊！啊，往往有人四团清理以后还没反本呢，所以像两那个情况啊，往往会发生误事。去年呐、啊，九年，一个中国时报上啊，有一则新闻。有一位小五下一篇文章，讲嘛，前年的时间啊，特别严重的医院啊，因为广场那个卫生署已经规定那个脑死，讲人家脑死的呀、啊，就是死亡了，就可以啊把那个器官移植了，规定下来。那么因此那个脑神经内科的医生啊。如果经过卫生署规定的呢，就可以判断人的脑死。那么用中的脑神经内科有一个医生啊，给某些证明来假名啊，随便给笔名都黑狼。黑狼一篇文章在前年方记载，讲有一年，即使可以判断脑死的规定的人的医生啊，有一按部搬家的，因为即使吃夜班，搬家的啊，一个家护病房方就打电话讲啊，有一个身旁的。嗯，还啊，查破啊，已经是完全将死亡的了啊，抢了马上了去观察的判断，是不是脑死？因为几个家属啊，已经准确讲了器官移植啊，赠送本人啊。那么现在就抢冠军来鉴定啊。那么那个医生呢，也避免黑狼啊，这么多，因为了是一个职务啊，不能不死啊，就赶紧死啊，因为还要上那个楼档哈，有那个天台。那一去到呢，就按天台，天台按那块了，这个吃痛了嘛，按过了就进去啊。门打开了，天台门打开了啊，看到一个什么的起点在那边，一个什么的上来穿啊穿袍子啊呢，啊头那么个情形啊，面相啊看得清清楚楚啊啊，要对起啊那一点面色啊，相对健康。哎，其实我就我按，哎呀，你用乜还有什么的人？哦，啊那个医生也就用我呀不错，我搬家了还有什么的做养生咯，做盘话呢？就冲下多楼台，多那个天台上去，多了那个大夫病房啊出来了，出来许多一个病房房啊，哦，个护士就看到啊，全身都得个许多个关来偷偷走了啊，当然按那个情况啊，面都是用那个拍布夹的来看到，看面到。那么他就照规定就去判断，我哦，样啊情况啊，就是照规定判断我唔会错，很老实。一日都判断好，而且最后我哋强制落去啊。当然面就要打开来看啦、啊，
个面个布打开了一看，啊，擦下眼，那个天台上看到个啥？